被江曼英玩了七年，她说腻了，转身找了个更年轻英俊的大学生。这次我没有吵闹，丢了给她买的钻戒，剪了给她选的婚纱，深夜登机离开了京城。她的闺蜜纷纷打赌，我多久会低头求和。江曼英笑得傲慢，不出一天，顾雨安就会像条狗一样回来求我。可日复一日，我仍音讯全无。她再坐不住，打通了我的电话。顾雨安玩够了就回来。一道娇羞的女生打断了她，江总。 道歉得趁早，不然会被人截胡的。江曼英紧握手机，声音颤抖：“你是谁？让顾雨安接电话。”沈柔低头吻了吻我，接不了，他需要休息。如果你有重要的事情，等我把他清醒。跟江曼英在一起的第七年，我买了钻戒和她喜欢的婚纱，鼓足了勇气准备向她求婚。但很不巧，那天聚会上我来晚了几分钟，正好听到她跟闺蜜聊天：“你说顾雨安啊，那男人没什么花样，早玩腻了。” 江曼英抿了口红酒，笑得傲娇。七年换你你不腻？那些人也跟着哄笑，说的也是，七年就算再帅的帅哥也食之无味了。不过顾雨安真挺帅的，身材也正。上次曼英生日，他穿了整套黑色西装，比娱乐圈的男明星都帅。说真的，曼英，你当初那样稀罕他，现在真舍得？江曼英声音淡漠，我什么时候说过假话？闺蜜马上改口，我要是追顾雨安，你不介意的吧？ 追呗，江曼英抿了一口酒，缓缓开口：“只要你不膈应，出息，你也不嫌丢人。曼英都玩腻的人，你也接盘？”又是一阵哄笑。那天晚上我没进包厢，随便找了个借口先回家了。江曼英连一个字都没多问，就挂了电话。大概就是在那晚，我那颗炙热的心彻底熄灭了。没两天，圈子里开始疯传，江曼英正在追一个大二男生。许是没见过世面。 面对金钱和虚荣，没两天那男人就沦陷了。朋友聚会上，江曼英直接带了人过来，一进门所有人都安静了。几个关系还不错的朋友都有些担忧的看着我，我笑了笑，怎么都不说话了，看我干什么？江曼英揽着男生坐下来，这才正眼看向我。顾雨安，今儿正好是个机会，我就把话说开了。嗯，你说，这些年分分合合挺没意思的，感情也早淡了。我紧紧攥着手。 藏在手心的戒指深深硌入皮肉，可我却像是感觉不到疼。你比不过他年轻，也没有他阳光，我是真喜欢他。江曼英握着男生的手，满眼爱意。我轻点头，嗯，我明白。今后还是朋友，你有事的话，随时都能找我。还是别了。我轻笑了笑，站起身来。既然分了，那就分清楚，省得人误会。江曼英有些诧异的微挑眉，片刻后才道：“也是。” 那你们聚，我就先回去了。我送送你。不用了，我打车就行。我走出房间，随手关门时，听到有人问了一句：“你们说这次顾雨安能坚持多久？”两天。这次他好像真有点生气了。那我赌五天吧。江曼英看了一眼没有完全关上的门，笑得轻蔑。不出三天，顾雨安肯定会像条狗一样回来。这么多年不都是这样吗？坐在里面的人纷纷附和：“也是，顾雨安怎么离得开你？” 谁不知道他爱你爱的发疯？我自嘲笑了笑，快步走向电梯。回了公寓，我拿出了那件他喜欢已久的婚纱，干脆将它剪了。毕竟留在这儿也不过是爱江曼英的眼。最后离开时，想了想，我还是给他留了一张字条：这房子和房子里的一切，他可以随意处置，不用问我。我订了凌晨的机票，远离京城，回到了那个熟悉的城市。兄弟闻讯后，晚上攒了一个局。 来的都是之前的同学和旧友，酒过三巡的时候，又有人推门进来，几个男同学立刻眼都亮了。沈柔，你可真是稀客呀！是啊，沈大美女，你今晚怎么大驾光临了？沈柔脸颊微红，正好在隔壁谈点事，听说老同学聚会，就过来凑个热闹。他说着，目光在我身上定了一瞬，方才缓缓移开。兄弟悄悄碰了碰我，雨安，沈柔冲你来的吧？我强撑着身子看向他。 个子比江曼英还高一些，身材也比江曼英好。我眯眼看了一会儿，才收回视线，摇摇头：“不能吧？我们这些年都没联系。好”好兄弟却不理会我，直接叫了沈柔，沈大校花。等会儿你送一下雨安吧。我们都喝酒了，叫网约车又怕他被宰。沈柔的视线越过众人，落在了我脸上。过了大约两秒钟，我看到他点了头。好，谢谢了，大校花。兄弟笑眯,眯眯坐下来，小声对我说道：“雨安。” 凭什么江曼英能三心二意拈花惹草？你就不能开启第二春？再说了，沈柔这样的大美女，不谈白不谈。你怎么知道她会和我谈？好兄弟，贼嘻嘻一笑。他刚刚看你的眼神，都恨不得把你吃了。相信我的经验吧，兄弟。局散了，沈柔开车送我回酒店。到酒店楼下的时候，我解开安全带，向他道谢：“谢谢你今晚送我回来。”沈柔侧手看向我：“不客气。”我推开车门要下车时。 忽又想到那日江曼英说的那些话，鬼使神差的就开了口：“要上去喝杯茶吗？”沈柔脸颊微红，却还是默默下了车。在打开门的一瞬间，我又看向沈柔：“沈柔，你不怕吗？”沈柔咬了咬嘴唇，眼神却倔强坚定：“顾雨安，我不怕。”他在电梯里就吻上了我。我错愕了一瞬，却在看到他红的发烫的脸时，低头迎合了他的亲吻。刷开房门时，沈柔忽然叫住我。 顾玉安，你如果后悔的话，现在还不晚。后悔什么？我看向他，眼底带着醉意，轻笑。刚才亲我的时候，怎么不问？沈柔怔怔看着我，顾玉安，你是认真的吗？不知为何，他眼底的忐忑、哀伤，还有孤注一掷一般的决绝，让我心里蓦地一疼。我什么都没再说，只是轻轻抱住了他。我很认真，所以沈柔，再给我一点时间。回到这座城市的第七天。 江曼英的小跟班忽然给我发了一条微信：“雨安，什么时候回京啊？暂时没有回去的打算，大家都挺想你的。过两天星云过生日，你回来聚聚吧。不了，你帮我给他说一声，我寄礼物给他。”那端沉默了半天。那行吧，你照顾好自己。包厢里，闺蜜将手机递给江曼英：“曼英，你看，要不你给顾雨安打电话，他肯定听你的话。”江曼英冷,冷冷望着屏幕上的几行字。 猛地站起身，不回来拉倒。曼英，你别生气啊，顾雨安肯定是心里难受。再说，他看来是真伤心了，也是你和那男生闹得太过，都已经分了，他还想怎样？江曼英忽然动了怒，听好了，谁都不准再找顾雨安，他死了也不准找。行行行，不找不找。你刚出院就别发脾气了，也就顾雨安在的时候你没犯过胃病，他才走了几天，你就把自己折腾成这样，闺蜜们说一句。 江曼英的脸色就沉一分，到最后，她直接夺门而去，一路走到楼下，人来人往，冷风扑面吹来，她却更加烦躁。顾雨安，你可真有种，七天了，一个电话短信都没有。说着说着，他便将我的号码拉入了黑名单，你最好不要哭着来求我。我刚放下手机，沈柔的电话就打了过来。顾雨安，晚上陪我吃火锅吧，你肯定会喜欢的。我现在过去找你。沈柔的声音清晰传来。 半下午的忙碌，好似瞬间被安抚了。他带我去的是一家开了很多年的重庆火锅店，店面很旧，地方也不大，但生意特别好。就是漂亮夺目又衣着精致的沈柔和这环境实在太格格不入了。我看着她拿纸巾仔细的帮我擦椅子，又熟练的用开水烫碗筷，帮我倒果汁。她这样娇滴滴的女孩，做起这些琐碎的事倒一点都不生疏。沈柔，你男朋友可真有福气。 我忍不住感慨了一句：“不像是我，分分合合的七年，也就一开始江曼英追我的时候，享受过被人照顾的感觉。后来大学毕业和江曼英同居那一年多，我活脱脱就像个男保姆。江曼英的胃不好，我就学会了煮饭煲汤，亲力亲为的照顾她的饮食起居。但现在我才想明白，我爱她爱到失去自我，连爱人先爱己的道理都忘了，又怎能指望她的爱意永不退散？”沈柔一边帮我涮菜。 一边抬眸看了我一眼，“你从哪听的我有男朋友？”我怔了一下。大学时你身边不是整天跟着一个男孩？好像你们还是从小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。沈柔笑了一声，“他是我堂弟，从小就和我关系最亲近。”“那你这些年没谈过吗？”沈柔安静却又温柔的看着我，“没有。”顾雨安，其实这些年我一直都在等你。那晚我们一起回了酒店，洗漱完,完我，我将他抱回了卧室的大床上。 沈柔紧张的看着我，抓着我的手臂不肯放开。顾雨安是不是害怕？沈柔却红着眼摇摇头。顾雨安，我是心甘情愿的。沈柔，她闭上眼，抬起手紧紧抱住了我。我和江曼英的共同好友星云生日那晚，我买的礼物也托朋友送到了他手里。江曼英坐在沙发上，面前的红酒已经空了大半。给星云买的礼物是沈柔和我一起选的，他很喜欢的一个高定品牌的手链。这手链挺精致的。 星云笑得有点生硬，觑着江曼英的脸色，没敢多说，忙让她男朋友收了起来。拿过来，江曼英却忽然开了口。星云一愣，却没敢多说，赶紧把盒子递了过去。江曼英望着那条手链，品牌的 logo 很低调，并不显眼，但江曼英却盯着看了好一会儿。收起来吧，她将盒子盖上，推到一边。星云大松了一口气，连忙伸手去拿，江曼英却忽然抄起面前的空酒杯，狠狠摔在了茶几上。 碎玻璃四溅，他的手背上腾时划出了长长一道血痕，包厢里立刻就乱了。这又怎么了？怎么突然就发火了呀？曼音，伤的不轻，这血流的止不住，还是赶紧去医院。江曼音站在那里一动不动，脸色阴沉。顾雨安从没买过这个牌子的东西，他的声音很低，却又嘶哑沉郁。星云忙笑着道：“这有什么？雨安可能也就是随便挑的，毕竟不像你过生日。” 顾雨安提前半年都在想着送你什么了。是啊，曼英，你在他心里的位置，我们几个加起来都不到十分之一，谁不知道他有多在意你，多稀罕你？江曼英闻言却冷笑了一声，在意我？喧闹的人群莫名的一点一点安静了下来。曼英，要不我给顾雨安打个电话吧？还是先去处理一下伤。星云忽然大着胆子拿起手机，对着江曼英皮开肉绽的手背拍了一张照片，然后直接微信发给了顾雨安。 江曼英没阻拦，也许是因为星云动作太快，她还没来得及阻拦。包厢里突然就静了下来，差不多十几秒后，星云的手机忽然响了。嗨，我就说顾雨安不知道多爱你，多在乎你。曼英，你看，顾雨安的电话。星云喜不自禁地说着，而众人也发现江曼英的神色好似舒缓了些许。曼英，你接。星云将手机递过去，江曼英却看也不看，别过了脸。星云就乐颠颠道：“我接，我接，嘿嘿。” 他特意开了免提，顾雨安的声音响起时，江曼英的唇角瞬间就绷紧了。星云，怎么搞的？你受伤了吗？嗨，不是我，是曼英的手，你都不知道伤的有多重，多吓人，血流的止都止不住。星云絮絮叨叨说了半天，电话那边却一片安静。顾雨安，你在听吗？要不要不你还是回来吧。曼英不肯去医院，这一直流血也不行啊。星云。 顾雨安的声音依旧低沉动听，哎哎，你说顾雨安，我听着呢。星云一边应着，一边对江曼英挤眉弄眼。以后他的事就不要告诉我了。星云脸上的笑瞬间就挂不住了。顾雨安，还有，祝你生日快乐呀，星云。那个顾雨安，你，哎，别挂啊，顾雨安。可电话挂断的声音已经无比清晰的响起，星云整个人都懵了，拿着手机像捧着烫手山芋一般。 他真恨不得一巴掌把自己抽晕过去，这平白无故的，他多管什么闲事，惹的都是什么事儿啊！包厢里鸦雀无声，江曼英却面色平静的看了看众人，笑了笑，都哑巴了。众人都不敢吭声。江曼英又笑，怎么都不说话了？曼英，别动气，别动气，这血流的又多了。曼英，于安的脾气你最清楚的。一直坐在角落里安安静静的薛婉忽然开了口，其实我很早就想说了。 你之前做的那些事太伤人了。顾雨安是个男人，哪个男人不要脸面，不要自尊？你就算不喜欢他了，也该好聚好散。谁说我要和他好聚好散了？江曼英笑得讥诮，他和我好了七年，就算养条狗也养熟了。薛婉笑得很轻很轻，那你想过没有，一个人又有几个七年？如果顾雨安真的永远都不回来了呢？不可能，谁都没注意到江曼英的尾音里有一丝难以察觉的战栗。 这世上又有什么事永远不可能？心伤透了，凉透了，再想暖热又有多难？曼英，别做让自己后悔莫及的事了。薛婉说完，没有再多逗留，他拿了包起身向外走。坐在不远处的周荣深，目光晦暗不明的望着他自己结婚两年的妻子。他是在帮顾雨安打抱不平，还是在触景伤怀，指责他周荣深对他这个太太不好？荣深，你不去送送嫂子？周荣深勾了勾唇。 点了支烟，谁是你嫂子？你嫂子这会儿正拍戏呢，下个月才出剧组，你就坐吧。朋友无奈摇头，周荣生不置可否。薛婉不敢离开他，借他十个胆子，他也不敢。我刚挂断电话，沈柔就从后抱住了我，她将下颌抵在我颈侧轻蹭，却没有说话。我不由笑了，怎么了？顾源，你会回去吗？回哪儿？回北京。 暂时没回去的打算，但以后说不定。毕竟我也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，凭什么不能回去？我家还在那儿呢。沈柔又不说话了，我这才琢磨出来他的话外音：你是不是想问我会不会和江曼英复合？你会吗？我说绝对不会，你信不信？沈柔垂了眼眸，轻蹭着我的侧脸。我想相信。沈柔，我是男人，我要脸的。那你心里还有他吗？我认真想了想。 如果我说一点都没了，也不现实。毕竟这么多年了，沈柔忽然轻咬了我一口。别说了，顾雨安，你听我说完。但要说这种感觉是不舍或者不甘心，却也不是。我轻摸了摸沈柔的脸，和他分开，我并没有多痛苦难受。所以，也许我早就不爱他了。也许从他对这段感情开始心不在焉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做好了分手的准备。我不会的。嗯，不会心不在焉，不会三心二意。 沈柔抱我抱得越来越紧，到最后，他又吻住我。顾雨安，跟我在一起吧。可我没有迎合他的亲吻，甚至到最后，我轻轻将他推开了。沈柔，对不起。为什么说对不起？他低头看着我，眼底有些微红。是我自己的问题。我避开他的视线，我不想再谈感情了。那这些天我们之间算什么？沈柔的声音都在颤。顾雨安，你把我当什么？备胎吗？ 我不肯抬头看他，怕自己会忍不住露出破绽。沈柔眼底一片赤红，他松开手，缓缓向后退了一步。他似在笑，可那笑却又是破碎的。顾雨安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！沈柔，他转过身，拿了大衣向外走。我下意识的追了一步，却又停住了。沈柔一直走到门边，手握住扶手那一刻，他忽然又回头看向我，甚至还安抚一般对我笑了笑。抱歉，我只是想暂时一个人静一静。 我点头，好，我不打扰你，顾雨安，你给我点时间，等我答复。沈柔离开了，我却全身脱力了一般，缓缓坐在了沙发上，心里说不上来的难受。沈柔太好太干净了，与他比起来，我是那样肮脏不堪，甚至好似连想一想要将他占为己有都觉得是玷污了他。像我这样的男人，还配得到这样完美的女孩，还配拥有一心一意的爱情吗？这七年，我已经被江曼英折磨的。 再也不相信自己能拥有这样的福气了。已经是凌晨三点，沈柔驱车回到顾雨安所住的酒店楼下，她下了车却没有进去，而是靠在车身上安静仰脸。无数的窗口亮着灯，她找不到哪一盏是顾雨安的，但知道他在，知道他就在香港，和他在同一座城市，知道只要他走进去，十分钟后他就能看到他。好像就是欢愉的、满足的。其实他只用了不到两天就想明白了。 很轻易的就自己把自己哄好了。顾玉安刚结束这样一段感情，他不想再谈恋爱，很正常。他对女人、对恋爱，甚至对婚姻都失望抗拒，更是再正常不过。也许是他太急切了，不该那样逼他。如果他觉得暂时保持这样的关系会让他轻松舒服，他其实也并不介意自己没有名分。还有什么比爱而不得更痛苦的？如果若说有，那应该是一年半前吧。 得知顾雨安和江曼英开始同居的时候，那时候也是真的决定放下了，所以才逼着自己去接触新的人，想要走出来。但是他尝试过，发现不行，就果断的结束了。后来不管家人怎样催，他都再没动过这样的念头。如果顾雨安没有分手回来这里，如果那天晚上他没有开口让他上去，也许他这辈子都会孤身一个人。沈柔的眸光渐渐平静坚定，但顾雨安偏偏,偏回来了。 偏偏那晚他开了口：“如果心爱的人到了自己身边，却仍被他弄丢的话，那沈柔，你也就没资格拥有想要的幸福。”准备离开的前夜，我约了兄弟喝酒，和沈柔进展如何了？兄弟上上下下打量我，啧啧啧，看你满脸春色，我还是别耽误人家了。我不想恋爱，也不想结婚。顾雨安，你为什么要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？更何况这对沈柔也不公平。都说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。 这道理我赞同，但没道理前任造孽，现任遭殃吧？那江曼英不是个东西，但沈柔却是个好女孩。你为什么要因为江曼英对沈柔心存偏见？我不是对她有偏见，我是自己还没过去这个坎。你不是还没过去那个坎，你就是被江曼英扑二了七年，你觉得自己不配拥有真爱和幸福了。我闻言不由怔住，是这样吗？因为患得患失、分分合合带来的痛苦纠结，所以。 我潜意识的怀疑，所有人怀疑全世界，认定了自己不会得到一心一意的爱。可是为什么我不可以得到真挚的爱？辜负真心的人要吞一万根针，可认真爱过的人，上天自会给他开一扇新的窗。雨安，你知不知道你多好啊？兄弟拍拍我的肩，喝了一口酒，长得帅，身材又好，年年拿奖学金，大学的时候就能赚钱养活自己，还顺便养活我这个废柴。你他妈要是个女人，我死也要娶你。 你值得被爱，顾雨安，值得全世界最好的女人来爱你，而不是蹉跎消耗在江曼英这样的人身上。信我，兄弟，他一定会后悔，这辈子他整个余生都无法释怀，弄丢了你。现在立刻给沈柔打电话，还有把你的机票取消了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又想跑。我望着兄弟，眼眶渐渐湿热。可是你说我和沈柔会不会也走到这一步？不会。为什么？ 因为我相信，一个坚守自己初心、真挚而又纯真的女孩，在得到自己喜欢的人之后，绝不会愚蠢的把她弄丢。你以为她是江曼英那个蠢女人吗？我摇头，她当然不是江曼英。所以，现在给她打电话吧。你肯定想象不到她会多开心。我想到沈柔会很开心，但却怎么都没想到，从小养尊处优的千金小姐，接掌家族企业且成绩斐然的集团副总，竟会在接到我电话那一刻。 开心到像个孩子一样，兄弟得意看着我，怎么样，开心吗？我点头，好像是很开心。你看，你开心，沈柔更开心，那不就结了？他说到这里，忽然忍不住笑了。我现在只要一想到江曼英这女人将来有多不开心，我就爽死了。也未必，她可能已经有了新人陪伴了。我淡淡笑了笑，以后我们不要再提她了。这一刻，竟然也能这样心无波澜的说出这样的话。 好像那个人真的和自己再无瓜葛了。沈柔的车子到楼下的时候，我刚好从酒吧出来。他站在夜风里，微笑看着我。我停了脚步，看着他。别说，他还真是长得好看，无一处不在我的审美点上。江曼英可以同时喜欢很多男人，没有分手就脚踩两条船，无缝衔接，甚至都不算糟点。那我分手后再谈恋爱，自然也没有错。我向他走去，他亦是快步向我走来。人来人往。 我和沈柔旁若无人的接吻，他的心脏跳得好快，我摸到他的后颈，一片滚烫。沈柔，你发烧了？他的额头抵着我的，轻喘，声线轻柔。顾雨安，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，碰到你就会这样。我轻笑，低头吻了吻他，也许多碰几次就好了。沈柔的耳朵更红更烫了，好一会儿，又小声问顾雨安：“我现在算什么？”我故意逗他：“你自己觉得呢？” 炮友还是女朋友？他问完，却又不等我回答，将脸埋在了我胸前，小声道：“算了，你别回答，我现在不想知道了。”我的手轻轻圈住他的腰，与他贴得更紧。真不想知道吗？女朋友江曼英的车子停在了一个胡同口，她下车，徒步走进胡同深处。那里住着一个老裁缝，祖上曾做过江南织造，如今年纪大了，早就闭门谢客。但江曼英有的是办法请动这个老人家。 顾雨安捡烂的那件婚纱，半个月前送到了老师傅这里，今日差不多已经可以修复完工。他一边走一边想，星云前两天说的那句话没错，不单单是女人渴望婚姻，男人也会渴望娶到心爱的女孩。他和顾雨安好了七年，他却从来没动过结婚的念头。他更没想到顾雨安会有过向他求婚的念头。这些日子他确实做的混账，但那些男人他不过都是一时兴起，没动过真格儿。 就连那个闹得顾雨安分手走人的男大生，也只不过让他新鲜了三天。接触之后，他就觉得索然无味，心里总还是念着顾雨安。七年的相伴，他确实倦怠过、腻过。但有些人就像是无色无味的空气，直到失去才会觉出他有多重要。顾雨安不在的这些天，他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。和闺蜜聚会时，满脑子也都是他。尤其喝多的时候，顾雨安如果在，一定会佯装生气的拦着他。 如果实在拦不住，他也会深夜给他煲汤，让他枕在自己的膝上，给他揉着太阳穴。他的手指温暖有力，细碎的抱怨和心疼的念叨，当时很烦，现在却又无比的怀念。江曼英想，这次顾雨安回来，她决定向他求婚。她其实很早就知道顾雨安有多想娶她。老师傅的手艺是真的很不错，婚纱已经修复的几乎和原来一模一样。江曼英付了钱，离开的时候，手机忽然响了。 他莫名的有些紧张，直到看到星云的名字在屏幕闪动，疯狂跳动的心才缓缓平息。曼英姐，有件事我想了想，还是得告诉你。什么事？你听了可千万别着急，这事儿也说不准，指不定是别人瞎传呢。到底什么事？就是就是和顾雨安有关。要不算了，我觉得这事儿八成是别人造谣。星云，顾雨安到底怎么了？他是不是回北京？曼英姐。 星云忽然有点说不出的难受，怎么就成这样了、啊？顾雨安跟谁传出绯闻不好，怎么偏偏就是沈柔？江曼英这些年最不对付的就是她了，尤其是两年前因为一个大项目，江曼英的公司和沈柔的长恒实业争得头破血流，最后沈柔稍胜一筹，拿了那个项目，江曼英铩羽而归，那还是她头一次尝到败绩的滋味，也因此两人本就紧张的关系更是变得水火不容。我说了，你可别生气。 现在都是听人说，并没什么实证，就是就是有人在香港看到顾雨安了。江曼英攥着手机的手指骤然收紧，声线却还能克制着平静。他在香港怎么了？他好像和沈柔在一起，当然也可能只是吃吃饭，没其他事儿。我知道了，曼英姐，没别的事的话，我先挂了。江曼英切断了电话，她拎着那个大大的纸袋，装着顾雨安买来的婚纱的纸袋，一步一步走在初冬北京的寒风中。 一直走到胡同口，车子边，江曼英忽然停了脚步。她秀气的脸上缓慢的浮出了一抹很淡的讥诮的笑，而下一刻，手中那个精美的纸袋被她毫不犹豫的丢入了垃圾桶。顾雨安离开的第二个月，江曼英曾给他发过一条微信，信息倒是发送成功了，但却石沉大海。那条信息是：公寓打算卖掉，你的那些东西怎么处理？也许他忘记了，顾雨安给他留了字条，让他随便处理这里的一切。 也许他只是故意的，找个理由给他发信息而已。江曼英心里想的或许是，这是他主动递给顾雨安的台阶。他如果聪明的话，就该知道顺着台阶下来。他的脾气看起来很坏，但其实也很好哄的。顾雨安一直没有回复，公寓自然也没有卖掉。顾雨安的衣服和之前的所有用品都原样放着，就像他根本就没有离开过这里一样。江曼英总是会在深夜来这里，然后躺在顾雨安的床上。 失眠到天快亮，而在顾雨安离开的第三个月，仍是一成不变的深夜，时针快要指向十二那个数字的时候，江曼英拨通了顾雨安的电话。大学时，顾雨安是个很乖很单纯的男生，他家境虽然普通，但却也不愁吃穿，父母对他十分疼爱，但却管束的十分严格。直到大学毕业那一年秋天，顾雨安才开始和他同居。他还记得那个晚上，他们两人紧张到全身都在抖。 最后结束的时候，顾雨安抱着他，眼睛很红。曼英，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，我们要一辈子在一起，我会对你好，好好照顾你，永远疼爱你，江曼英，我们会永远在一起的，是不是？可是那个以为会永远和自己喜欢的女孩在一起的顾雨安，已经被他弄丢很久了，久到他甚至都要想不起来，他们最后一次说分手的时候，他是什么样的表情？他是笑着点头的，还是红了眼？ 手机铃声响了好一会儿，就在他以为他不会接的时候，电话却接通了。那一瞬间，其实他想说顾雨安，你回来吧，可张开口说出的却是顾雨安，闹够了就回来。他这愚不可及的可笑话语被女人柔婉的声音打断，那一声笑像是兜头而来的冷硬尖冰，江曼英只觉自己全身好似都被尖冰包裹，竟是动弹不得。江总，哄人可不能隔夜，否则会被人半路截胡的。 沈柔，江曼英双眼赤红，咬牙切齿般念出这个名字：“是我，沈柔。”顾雨安呐、啊，你让他接电话。她紧攥着手机，声音却在颤抖：“沈柔，你要是敢趁人之危，他接不了。”沈柔低了头，轻轻吻了吻身侧熟睡的男人。他今晚累坏了，刚刚睡着。你要是有事的话，我先把他清醒。沈柔，江曼英的声音戛然而止。沈柔切断了电话，随手关了手机。 他躺下来，轻轻抱住了熟睡的那人，而睡梦中，顾雨安也紧紧抱住了他。柔柔，其实我有想过和江曼英再见面会怎样。他家境优渥，骨子里傲气十足。我们分手又分得平和，哪天若是真遇上了，要么他会视而不见，要么我们也能点头寒暄问声好。毕竟我的父母亲人都在北京，我和江曼英也有一些共同的好友，总不可能一辈子都没半点交集。但我却怎么都没想到。 那样高高在上、被人捧着的千金小姐，也会有这样憔悴无助的时刻。而当时因为心情极好，而状态极佳的我，穿着一件和沈柔情侣款的黑色羊绒大衣，正揽着她说笑走出旋转门，然后就看到了从车上下来的江曼英。我怔了一下，脚步停住。沈柔温热的手指轻轻握住了我的。江曼英的裙子有点皱，妆也花了，她脸上带着掩不住的倦意，眼底满是红血丝。 我们身侧人来人往，不远处的音乐喷泉播放着欢快的音乐，这一幕就像是电影里的慢镜头。只是我不是看客，而是猝不及防的主角之一。沈柔下意识地扯了扯我的衣袖，江曼英的神情却渐渐平静。她如从前热恋时那样，温柔喊我名字顾雨安。我站着没有动，耳边的音乐声仍在欢快回荡，可不知为何，我的心里却有些说不出的难过。 也许是为那天晚上听到不堪话语的顾雨安，也许是为那天被临时通知分手的顾雨安，更也许是为真心真意爱了七年，可彻底放下却只用了七天的顾雨安。顾雨安，我来接你回北京。江曼英自始至终都没有看沈柔，她的眼神落在我脸上，竟无比的温柔。我甚至记不得我们分手前有多久，她没有用这样的眼神看我了。江曼英在我身前差不多一米处停了脚步。顾雨安，我们回去。 就结婚，以后我们好好过，好不好？他说的那样认真，认真到我几乎都要以为，不久前说爱上别的男人江曼英，只是我的臆想。可是太晚了呀，江曼英，碎掉的心拼不起来的。而在沼泽里长出来的新的心脏，也已经装了别的人。我轻轻摇头，江曼英，你走吧。顾远，我没有碰过那男的，不到三天我就和他分了。你给我买的婚纱。 我已经找老师傅修复好了，还有我们的对戒，我也都好好收着。顾雨安，我还定制了钻戒，我是认真的。江曼英的眼底越来越红，声音也有些隐隐的发抖。她捧着那个精致的钻戒盒子，献宝一样递到我面前，眼底的渴盼和希冀无比的小心翼翼。我看着这样的她，无法不承认自己仍会难受，但也仅仅只是这些难受了。江曼英，我已经有女朋友了。我紧紧握住沈柔的手，将她揽在怀中。 江曼英脸上的血色好似一瞬间就消弭无踪了，她的视线缓缓的往下滑，最后停在我和沈柔交握的手指上，我们的中指上戴着一对对戒，就像当初的我和他一样。顾雨安，你是认真的？我深吸一口气，侧脸看向沈柔，然后用力点头，是，认真的。江曼英忽然低低的笑了一声，你以为他对你是认真的吗？你以为他又能有多少真心？ 两年前，他为了一个项目和我争得你死我活，如今他又追求你，顾雨安，你觉得这里面有没有他的私心？他敢不敢坦坦荡荡地说，他追求你没有半点要和我江曼英斗的心思？顾雨安，你还是这么天真。我们在一起七年，我们之间发生了那么多事，你以为沈柔真的一点都不会介意？你又以为他就能真的和你修成正果，白头到老？你就不怕跟他在一起的结果？ 不过是又一个和我这样的七年。欢快的音乐声不知什么时候停了，江曼英的声音也停了。我耳边先是一阵的空寂，接着却是什么东西轻轻碎掉的细微声响，而那声响之后，却又是无比的轻松和释然。你看，我连最后那些难过都没有了。只是可惜，为什么人活着总要有一些后悔的事？在今天之前，我没有后悔爱过江曼英，不管好坏，毕竟都是我的经历。但在这一刻。 我无法不去痛悔，为什么七年都没有认清楚江曼英他？她其实骨子里从来都没有看起过我。是啊，我只是普通人，可她是千金大小姐，在我眼里，我们在认真恋爱，可她大约只是将我当做玩物吧。沈柔满眼心疼看着我，我脸色有些白，却还是笑着对她摇摇头：“我没事儿。”沈柔，沈柔定定看了我一会儿，忽然用力亲了亲我。顾雨安，我沈柔做人做事从来都问心无愧。 从来不会后悔，但今时今刻，我却真的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把你从他手里抢过来。你有什么资格跟我抢？趁人之危，你沈柔又算什么好东西？江曼英，你根本配不上顾雨安这七年对你的喜欢和爱意。也许是这句话彻底激怒了江曼英，她从未这样失去理智过，竟口不择言。那你呢，沈柔？你找一个跟我好了七年的男人，你又有什么脸站在我面前大放厥词？你又喜欢他什么？ 你是纯粹喜欢顾雨安，还是喜欢我江曼英的男人顾雨安？沈柔重重一巴掌扇在了江曼英的脸上，而江曼英又怎会是吃亏的性子？反手一巴掌就还了回去。可我第一时间紧紧攥住了她的手腕。江曼英脸色铁青，顾雨安，你也看见了，是沈柔先动的手，是，是她先动的手。江小姐，我替柔柔向你道歉。我松开手，牢牢将沈柔护在身后。顾雨安，你就这么护着她？ 江曼英眼底的泪一滴一滴往下掉，他先对我动的手，顾雨安，那你想怎样解决？顾雨安，我受伤了。江曼英指了指自己的脸，我的脸肿了，特别疼。我看了一眼，平静开口：“那我帮您叫救护车，所有费用我们都会承担。”顾雨安，你知道我要的不是这些。江曼英想要拉我，可我闪身躲开了。顾雨安，江曼英脸上所有硬撑的情绪全都碎裂了，她望着我的神情，一片哀伤。 可我的心底却也是真的再无波澜了。江曼英没有再说话，夕阳把她的身影安静的拖长。也许是在顾雨安喊柔柔的时候，也许是在顾雨安第一时间扣住她的手腕，不让她对沈柔还手的时候，她才终于清醒的认识到，顾雨安是真的不再爱她了。薛婉那天的一句询问，竟就这样成了真。顾雨安不会再回来他身边。他以为能轻易放下七年感情的人是他自己。 他以为这段感情里占据主动的人也是他自己，他以为他永远稳操胜券，可这一刻他才明白，放不下的人是他江曼英，顾雨安是那根牵着风筝的线，线断了，风筝就失去了方向，再也回不了家了。我看着江曼英转身向车子走去，看着她寂寥的身影消失。黄昏时的太阳忽然就被地平线吞没了，天幕变成了浅淡的玫瑰蓝。江曼英的车子渐渐远去，我仿佛看到。 顾雨安从十七岁到二十四岁那七年的时光，随着那辆车呼啸远去，再无影踪。我知道的，从这一天起，江曼英三个字就如这世上每一个普通平凡的名字一样，我不会刻意遗忘，但却也永远不会再主动想起。顾雨安，沈柔轻轻抱住了我的腰，我回头仰脸看他，笑得很轻。走吧，我们回家。我向沈柔求婚那晚，喝了很多酒，沈柔也喝醉了，抱着我说了很多很多的话。 但我记着的，却好似也只有那最简单的两句：“顾雨安，我们绝不会有那样一个七年；顾雨安，我们绝不分手。”每个人在发誓的那一刻，必定是真的这样认为。后来违背誓言的时候，却又觉得怎会有人相信这东西？但我愿意相信沈柔，其实是相信自己，相信真心总有那么一次不会被辜负。我和沈柔订婚那天，收到一份从京城寄来的礼物，是江曼英曾经送我的戒指。 盒子里还有一张卡片，上面的字迹是江曼英的。他说：“顾雨安，我总会等着你。”沈柔在我身边也看到了那张卡片，她有些吃醋。可惜，我不会给她机会的。但当晚那戒指就不翼而飞了。而我早已不会再将这种无关紧要的事情放在心上了。我和沈柔结婚的第三年，她生下了我们的女儿肉肉。女儿出生不久，江曼英曾寄来很多很多贵重礼物。 我询问沈柔的意见，我们女儿又不缺这些，捐给福利院吧？你说说她一把年纪了，不结婚不嫁人，天天盯着别人的老公孩子找虐呢？我忍不住一笑，管别人的事情干什么？沈柔不知怎么的就高兴了起来，当着满屋子佣人保姆的面，抓着我的手臂摇晃。顾玉安，你刚才说的话真好听，再说一遍好不好？我故意逗她，什么话？沈柔撅了撅嘴，就是刚才那句，管别人的事情干什么？ 我只觉好笑，却又有些说不出的心疼。我大学毕业那两年是沈柔状态最不好的两年，可在一起后，他从不曾对我说过，也从不曾在我面前展露过一丝丝的负面情绪。管别人的事情干什么？我们把自己的日子过好才是最重要的。如他一说完这句话，却又将他抱起来放在了膝上。我亲了亲他微红的耳，在他耳边很小声的说了一句：“宝贝，女儿两个月了，今晚我们早点睡。”江曼英番外。 顾雨安的女儿三岁时，他们一家三口回北京探亲，小住了数月。我和他的共同朋友不少，他们几乎天天都在聚会，我自然是不会参加的。但每一次聚会结束之后，却还是会忍不住询问有关他的消息。他们说，顾雨安婚后还曾去美国读了两年书，那两年沈柔奔波于港城和巴黎，从无怨言。后来，顾雨安回香港创办了自己的公司，小有成就。 沈柔对他的所有决定和选择都是无条件支持，唯独不太满意。他常常加班忙碌，他明明可以去沈柔的家族集团做一个富贵闲人，但却并没有。他越来越英俊，越来越优秀，他和沈柔的感情越来越好，他们的女儿漂亮的不像话，和顾雨安小时候很像。其实他一直都不知道，我的钱包里还放着一张他五岁时的照片。北京那么大，圈子却又很小，但我和顾雨安。 却一次都没有碰上过，只是有一天中午，我偶然间在自助餐厅见到了他们的女儿肉肉，她躲在假山后偷偷吃一盒冰淇淋，像只可爱的小松鼠，嘴巴塞得鼓鼓的。我的脚步不受控制的停住，就那样看着她，舍不得移开眼。不一会儿，我听到了顾雨安喊她名字的声音，她也听到了，吓得瞪大了眼，抓着冰淇淋盒子不知所措。我鬼使神差的走过去，蹲下身，轻声问她。 是不是害怕爸爸发现你偷吃冰淇淋？他点点头，大眼睛咕噜噜转着，特别机灵。阿姨帮你躲开好不好？他有点迟疑，看了我好一会儿，仿佛确定我不是个坏人，才又点点头。我抱起他，他小小的一个，又香又软，就趴在我的怀里。他的小手玩着我裙子上的配饰，忽然奶声奶气的开了口：“阿姨，你是不是认识我呀？”我的喉咙仿佛被什么东西堵住，一片涩苦。 而眼前的一切渐渐都变得模糊了起来。如果时间回到那一年，那一晚，我不会再让那一切发生。顾雨安会是我的丈夫，我们会在北京结婚，我会为他生儿育女。我扬起脸，将泪意忍回去，低头对他笑。对啊，阿姨认识你。那你知道我的名字吗？他软软的小手抱住了我，偷偷告诉你哦，我的小名叫肉肉，因为爸爸叫妈妈柔柔，而我又长得肉嘟嘟的，所以小名就叫肉肉了。是吗？ 那这个名字真的很不错，我亲了亲他软嫩的小脸。好了，我们不能躲开太久，不然妈妈会担心的。他乖巧地点点头。那我再吃一口冰淇淋，就一口哦。他吃了很大一口，小猫一样冲我狡黠的笑。我摸了摸他的头发，快去找爸爸吧。我看着他走远，他的公主裙像是一朵绽放的花，远远盛开在了顾雨安的怀中。我没有再看顾雨安第二眼，我怕我会在人来人往的大厅中。 忍不住的嚎啕大哭，顾雨安不会在意和我有关的一切，但沈柔一定觉得我这样很可笑。是啊，我的前半生是如此的荒唐，如此可笑，而余下的半生却连这荒唐与可笑都成了妄想。